他眼泪在打转了。我真的不懂怎么当店长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。这样一开始其实我有点喘，今天自己是不是太安静了，是不是没有赶快融入大家，舍不得我摇一杯少一杯的感觉，太快了，好想再做下去。谢谢你们两个，我没有度过一个节目让我这么不想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UniWater 嗨营业中，每周日晚间8到10点，就在卫视中文台。